金塔跳个盾，好，上来张飞往前走，稳的放掉牛魔第二个大吕布反跳，但是没找到马可波罗的位置，捏住直接带走。而正面的话，张飞扛的效果还不错，凯烈压一下输出环境，关羽往后顶，顶出来一个盘古，这边收掉渡劫的人头，但伤害不够，凯一刀两刀，牛魔再倒，这波的话可能不需要黑豹了。兵线进来想直接拆水晶，但血量不是很健康，没有前排了。阿德布侠这一波双人组未必哦，未必哦，闪现再一手按到了杨过，杨过这位置直接被秒，仅剩花满楼，输出不足，一梭技能带走。正面 EDGM 兵线进水晶，我们恭喜 EDGM。